为了推广县内国小学童机器人程式设计教育，云林县政府甲云林县议员周秀月以及台湾 STEAM 教育机器人发展协会等等的单位来合作，伫咧八月到九月，伫咧县内总共举办了20场的营队活动，希望透过游戏实作的方式，让学童来认识机器人，并且来产生兴趣，培育囡仔集中力、创造力以及思考。开始。好，你看他们有的哈，就对干，好，然后碰到新的社会出去。程式设计对一般人来讲，可能是一个真困难的学问，但是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加入，算当让人来产生满满的兴趣。亲像这顿第一摆来接触的学生，大家也拢操作着平板电脑，生了非常的欢喜。他可以用那个 iPad 可以控制他前后左右，他可以用那个用 iPad 用音乐，对，很简单啊。怎样很简单？很简单哦，就很简单。机器人好好玩，写程式好简单，就是让小朋友要有这样的感受。那这样的话，他的以后的学习动机会很强。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当中，就融入了很多游戏的桥段。为着囡仔对程式设计来产生兴趣，云林县政府趁着暑假期间，特别和云林县议员周秀月以及台湾 STEAM 教育机器人发展协会等单位合作，总共伫咧县内各学校举办着20场的营队活动，希望透过趣味机器人游戏，让囡仔自细汉就对程式设计来产生兴趣。用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，也让他们有一个互动学习的机会哦。那在教授的一个指导之下，我想所有的学习历程里面，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新鲜，那有趣，真正是寓教于乐了。那未来学生的竞争力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，也是很重要的学习素养。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机会，那我们开始这个暑假有20场国小的这样的一个研习，从现在开始。云林县议员周秀月来了表示，让囡仔在游戏当中来学习，要大家能更加快速吸收知识。但也来表示，因为现在机器人教材拢是为国外来进口的，因此处处是拢受到限制。为此，伊也希望中央会当来支持由个人家己来研发的教材设备。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国外，他跟我说，他希望未来的孩子能够透过我们这次的教育，未来他自己可以组装这个机器人。那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制作到它可以在游戏中学习，那又不一样了，那可能会享誉国际。所以我这边在呼吁未来我们的中央能够编这样 AI 教育的经费几百亿也没有关系，那个投入真的我们才能够跨越国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透过趣味游戏学习，让囡仔对程式设计有着满满兴趣，期待伫咧未来会当来继续举办类似的课程，让大家自细汉就当来接触，并进一步来培养家己的兴趣。写程式好简单。记者江怡，长报道。